山茶花园。这个华的意思，它有它里面有意思的山茶花，嗨，这个很漂亮，那是谢的时候的。哦，那个太阳晒到，我靠！这个东西还是打字的，不是嘞。没有那么多啊！哎，我养的比爱大只呢，是不是？很多人呢，下面的石头拿上去，然后上面就是对着，哦，然后许愿的地方。所以呢，上面的石头的话不要弄，一定要拿下面的，这是许愿的地方啊。然后呢，我们这里的话一般呢，山上能看到很多的地方的。然后我们这里走也可以啊，这里。慢慢看了以后呢，刚才那个出口啊，老一次。弄掉啊，主要一个许愿树，抱着就可以许愿。阿祖玛。听说这一条是来自星星的你，有拍摄过的场景。这应该是泡菜啊。네내려오시오설지사님어디서아앉아동기아이고오빠가정원이야오빠
갔었는데 이미 계속 달아갔어도 짱짱 갑자기? 逆光的时候可以拍这一面镜子，非常良好的设计。